Arkham was once a peaceful land. But each day descends further into madness. Famine, plague besiege us. The very earth is being poisoned. The Count's men, once our protectors, have turned on us. And now they come. Hello， 我是 DS。今天 POE 官方呢又放出一个大消息啊，今年年底呢 POE 2将会进入 EA 阶段，并且公布了多平台改动。以后呢 PS5、Xbox、PC 版都可以跨平台的连线，并且呢跨平台的记录都是会共享的，只要你有绑定登录账号就可以啦。同时最猛的是今天宣布了一机双人模式，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平台上面，不管是 PS5 啊、Xbox 啊，甚至 PC 端都有支援一机双人模式。一机双人呢还可以使用同账号内的不同角色，或是登录两个账号都是可以的。两人同时游玩也完全不会占用到对方的画面，各自开启各类的画面都是占用左右的三分之一而已，中间还会保留空间来观看画面。这边讲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点啊，当初宣传 POE 2以及实况组现场试玩呢，有各种的弱化慢动作展示，让一堆人呢觉得非常的混啊。结果今天呢一机双人模式，为了展示共同游玩的乐趣，似乎整体的节奏都加快了许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另外呢，游戏内也新增了解说的页面，来跟你好好解释 POE 内的专有名词。画面上显示的就是关于晕眩的说明，并且在晕眩介绍画面中又提到了物理、近战、重击等标签名词，还可以再次的展开说明，帮助玩家们更快速去理解游戏。我还蛮喜欢这个加机版的人物界面啊，感觉非常的清楚啊，能好好的看我买的商城道具啊，整体感觉还是细致许多的。并且加机版的 UI 界面呢，看不到我觉得很烦躁的扁平洪水啊。POE 1的药剂明明就还蛮立体的，怎么 POE 2的生命药剂直接扁掉了？后面呢，来稍微补充一下 POE 2的情况，还不清楚的朋友可以稍微看一下。首先呢 ，POE 1跟 POE 2已经分家了，现在呢变成了共用账号、共用商城的两款游戏，并且两款的赛季将会轮流的错开。官方举例呢，就是 POE 1赛季的最后一个月时呢，就会推出 POE 2的全新赛季，以此类推。POE 2以目前的内容来看呢，绝对不会比 POE 1来的简单，天赋灵的数量反而增加了不少，也会比较。失踪技能的先后连段输出，例如武僧呢先打个全上状态，再使用闪现打击，会让伤害大幅度的增加。大部分呢都是类似这种概念的，跟 POE 一相多为快速割草比较不同啊，并且 POE 二中是可以使用键盘 WASD 来控制移动方向的。POE 2的剧情或是后面的头目模式呢，前面都会有一小段路，如果不幸死亡或挑战失败，就必须重新走前面那一段路，怪呢都是会复活的。这个你如果有玩黑暗灵魂或者艾尔登这类的，应该还蛮熟的。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经济改变啊， POE 1呢是以通货换通货或其他道具为主， POE 2呢将会有金币系统以及拍卖场。官方目前表示呢，如果 POE 2的拍卖场表现还不错，后续会考虑 POE 1也会引入拍卖场，但他们呢还要解决一个 POE 1常年已经使用通货换道具的经济系统。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这几点啊，其他等它正式上线再说吧。尤其商城仓库方面应该是比较多人的疑惑，官方目前是确认会继承啊，除了一个情况例外，也就是呢 POE 2中没有该项道具的出现，那么该商城道具就无法套用至 POE 2啦。今天呢看到这个一机双人模式，真的让我想起小时候玩各种街机，跟朋友一起跑去打电动啊，真的是很怀念很有趣啊。如今热爱的 ARPG 呢也有了双人模式，但最困难的就是找不到能时常见面的朋友啦。单人制啊光环师应该会变成热门选项吧。通常啊这种一机双人的应该都还是要在同一个画面内，如果太远了它就会自己往前拉动，前提呢是 POE 2中必须要有光环师就是了。我觉得官方呢应该是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想要的是玩家有手动光环师而不是自动光环师，所以在 POE 2中呢应该是会被改掉的吧。这次呢已经宣布了2024年末呢会有 EA 版本，应该是不会再跳票了吧。个人呢是很期待未来 POE 1跟 POE 2轮替的世界，你们觉得如何呢？我们下次见，拜拜。